好消息，校长，全校征集鼠妇，合格的班级可以奖励动物园年卡，全班同学都可以用哟。好耶！等等，怪小豆，你妈妈脑洞太大了，这次我亲自跟你妈妈说，免得又闹乌龙。哎，小豆妈妈，怪小豆明天要带一只好看的鼠妇来学校，记得帮她准备哟，是鼠妇，不要带错了哈。我还是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张老师，我带的是熊猫王，他身上的黑白花纹和熊猫很像，和其他潮虫一样喜欢吃微腐烂的植物，还喜欢躲在阴暗潮湿的环境。好可爱的名字，校长一定很喜欢。张老师，熊猫王不是名字，是品种名哟。强强百科最强王者鼠妇有几百个属，常见的宠物鼠妇有 C 属、 A 属和 P 属， C 属和 A 属都可以把身体卷成球状，熊猫王就是 C 属里面的经典品种，而 P 属虽然身体不能卷成球状，但是它更活跃。原来是这样呀，但这个熊猫王不会是黑鼠妇和白鼠妇生的小宝宝吧？不是的，那些花纹是天生的，不同品种的鼠妇不能相互繁殖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站旁边帮大家科普鼠妇的品种吧。嗯，张老师，我带的是白色鼠妇，它好像冰激凌奶油。这个是 C 鼠的变异品种冰川鼠妇，它真是像白冰一样漂亮，合格。张老师，我带的鼠妇是在我家门口苔藓下面抓到的，这是 P 鼠奥利奥鼠妇，和熊猫鼠妇颜色差不多，但是触角比较长，不能团成球。原来还有不能团成球的鼠妇，差点以为我抓错了呢。这名字听着就想扭一扭泡一泡，呵呵，大嘴的合格。张老师，我带的鼠妇是在小树林找到的，要是和大嘴的一样，是不是就不要了？你这个和大嘴的不一样，你的是 A 鼠斑马鼠妇，虽然也是黑白色，不过是条纹状的，不错不错，合格。老师，我也不认识这是什么，不过它很帅哟。哦，这个是 A 鼠四纹鼠妇，身上有黄绿色的斑点，确实很帅，合格。老师，我的小鼠妇是我在樱桃树下抓到的，这是 A 鼠魔法药水鼠妇，它的底色是白色的，这荧光色的花纹有点像动画片里的仙尘，怪不得叫魔法药水，合格。张老师，我带的鼠妇绝对最显眼，颜色鲜艳，这是 C 鼠头雷射鼠妇，身上有红橙渐变成雷射状的花纹，好看，合格。老师，这是我在家里墙根抓到的，不错呀。这是 C 鼠亮橘鼠妇，橘色浓郁，就像橘子瓣一样，很可爱，合格。张老师，我妈妈给我抓了这么一大箱鼠妇，估计里面会有很多。这是啥？喂，张老师，我给小豆带的仓鼠收到了吧？仓鼠夫人还很潮呢，这下你们动物园年卡肯定能拿上。小豆妈妈，你的脑洞太奇葩了，我们要带的是一种小虫子，学名叫鼠妇，不是仓鼠夫人。老师再见。出来吃东西，动物园年卡就靠你们了，千万别吃教室的花哈，不然又要赔钱了。